文武如是，家长你好，十月十五号以后教育培训不让办了，我目前在撤出所有的班，在找新工作了，估计是教不了小孩了，抱歉。类似的对话截图正在教培群中流传着。近几个月，不少做一对一教学或独立授课的家教开始认真考虑跳离教培这艘船，而躁动的情绪已流动半年有余。教育部二零二二年的数据显示。 双减政策发布以来，国内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已压减九成，但部分人认为，许多课后辅导的需求并未消失。从学习机构离开后，许多家庭转向了更隐蔽的家教市场。二零二二年底，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二部门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》，下文简称《意见》，主要目标是逐步控制乃至清除隐形培训。 被视作可能导向教育不公的家教、私教，也在该意见点出之列。另一只靴子在今年八月落地。今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教育部公布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（下文简称办法），其中第十七、十八条规定显示，自然人未经审批有偿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，据情节轻重，将被处以从警告到十万元以下罚款不等的处罚。 该办法从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五日起施行，也就是说，从十月十五日起，未经审批的有偿学科类家教将有明确的处罚方式。办法的施行是稳步、有序、规范教培行业的表征。一方面，这是督促教培行业走向合规；而另一方面，这也成了隐形教培从业者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从家教平台放出的招募信息看。 如今，一对一家教的主要师资来源为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。这些学生们通过熟人介绍或主动求职，获得一笔及时收入。此外，在教培机构精简人员的过程中，不少从业者转型为个人家教，从原有客群开始，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源圈。为减少风险，这类家教信息极少主动打广告，仅在熟人圈内口碑传播。一位专任教师告诉后来者，要等学生上门。 由于开展家教活动的场景较为私人，且往往不签订合同、及时转账，因此从业规模难以统计。严财经记者加入了某一线城市学生家教群，每日群内会更新不少于五十条家教信息，最高人数可达五百人的家教群，如今已开至第十二个。双减实施以来，投资教培领域的态度逐渐变得复杂。 在与教培从业者、使用者和监管者多方的访谈中，严财经记者感受到，虽然随着资本被引导退出教培市场，教育焦虑和超前学习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，但竞争的轮毂远未停止。家教行业的兴盛不衰，甚至加价培训便是一种证明。那么，十月十五日新规已落地，曾被家教承载的需求该何去何从？家教真需求还是伪需求？ 从进门到现在，赵负责已经等了十几分钟，但要辅导的孩子杨洋,洋还没正经坐到学习桌旁。杨洋,洋和母亲关于作业时间的讨价还价断续传入耳中：抄完语文生字可以玩多久手机？读完英语单词可以看多久平板？一个半小时的课常因这些非课堂原因被延长或压缩。对此，赵负责已习以为常。即使讨价还价结束，也不意味着学习的顺利进行。 橡皮屑、卷笔刀，什么都比作业好玩。磨洋工赵负责如此形容。他要一次又一次吸引杨洋,洋注意力，反复问询是否听懂。对于每一个懂了，他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往往在反问时，学生会展现出一片迷茫。杨洋,洋是赵负责带的最久的学生。刚上一年级时，他的母亲便通过朋友关系找来名校就读的赵负责，每周四天给孩子做课后辅导。 从一年级跟到五年级，赵负责先后辅导杨洋和他弟弟，也算见证了他们年岁上的增长。但课堂上的时间更多花在磨孩子心性上，直到离开，他也不敢说通过课后辅导，杨洋兄弟俩有什么成绩或行为上的长进。这不算个例，细数起自己的家教经历，多名老师表示，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通过家教能有实质提升。一对一家教。 更多是给一个家庭提供情绪价值。和孩子波澜不惊的成绩不同的是，家长大部分时候都对老师的到来非常欢迎。赵负泽每次到杨洋,洋家中，都能感受到母亲那头轻轻松下的一口气。家长不想陪着他，因为只要陪着，两人必然会吵架。但年级低段的孩子没人看着，便不会写作业。赵负责成了填空的那个人，这是一种沦为智能学习机的感觉。 他们需要家教，是想要这个题目马上得到解决。赵福则说，他比学习机更方便，因为他们不需要自己去搜索，你就可以给答案，同时你还能告诉他为什么有这个答案。家长强需求和学习弱成效的错位，给许多家教带来职业压力。曾在一家私人教辅机构兼职的黄世平问过老板：“内容没有讲好怎么办？”老板表示，对机构来说，比老师上课质量更重要的是营销手段。 他们要将大量资金投入营销，让家长相信把小孩放在这里是放心的。黄世平回忆道：“如果成绩有提升，家长会开心；成绩没提升也没关系。”严财经综合多位不同地区家教的授课经历发现，从二零一五年至今，聘请家教的学生均成长在一个教培氛围浓厚的环境中，其班上同学过半参加校外培训，学科类培训仍然是学生学习的重点。 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峰值应追至二零二零年，彼时热钱涌入教培赛道。其查查显示，头部机构元力科技当年融资高达三十五亿美元，好未来融资三十三亿美元。大量资金被投掷在营销宣发上，铺天盖地的教培广告营造出一种人人竞争、人人可学的焦灼氛围。尽管此类投资很快被叫停，课后辅导急刹车后迎转飞，但被催生的需求泡沫仍在。 隐形教培承托起了这个部分，许多家教与家长心照不宣的是，这短暂的每周几小时不会给孩子学习带来很大致的提升，彼此提供的是一种学生在学的感觉。我们的教育向何处去？对校外培训的严监管，并不意味着禁止校外培训，平衡需求和市场供给本就是题中应有之意。 面对办法的到来，十月十五日起全面禁止校外培训的传言一度甚嚣尘上。对此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借旗下公众号“民教新观察”辟谣道：办法并非网传的要全面禁止校外培训，而是要依法管理校外培训，让合规者受到保护，让违法者付出代价，使校外培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，推动行业健康发展。 一位教育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在回应《研财经》关于有偿家教的询问时称，未经审批开展的有偿家教都是违规。学生可以在正规机构的晚托班学习，托管教师能回答简单的作业问题，但不可以进行系统的学科辅导。可以看出，对学生课后学习的陪伴需求能够被安置在正规服务机构中，但除此之外的第三方校外教育仍然受到较为严格的管控。 如何平衡供需，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。在许多家教老师们看来，对精细教育的需求导致家教资源成为香饽饽，其价格也水涨船高。黄世平记得，读大学时，学校勤工助学中心有专门一个平台，供家教和学生在上面发布家教供需信息。大部分学生的要价不高，集中在四十至七十元每小时的区间内。根据学段和学科不同，授课价格有所不同。 大部分家庭都负担得起，但如今家教市场变得更隐形，明面上好的教育资源变得更难接触。视频发现，在2021年以前，他所在城市的家教中介在对接信息时，只会按比例收取第一节课的一点钱作为介绍费，但2021年下半年，中介费骤涨至两倍的课时费，有资源的人和贩卖资源信息的人变成了获利者。 如今，大部分高校已取消家教信息平台，相关需求转向圈内。在视频所在的城市，大学生家教费用普遍涨至一百至一百五十元每小时。有经验的专职私教只接熟客，要价多在八百元一节课左右。价格和信息反向筛选家庭。学校教师当前的任务太重，一个班学生这么多，难以全面顾及。如今，赵负责已成为体制内教师，回想起家教的意义。 他如此说：“一个学生如果想学，要学，跟着学，学校教育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。但大部分的学生在校内不学习，同时家庭也没有良好的教育模式。在讲究家校共育的当下，当双方能力不足，一个负责任的第三方是有意义的存在。圣卡就是一个对孩子的成长了解甚深的母亲。她两次找家教，都发生在孩子所学知识和考试需求出现差距的时期。” 第一次差距在二零二零年小升初考试前夕，要想考入理想的初中，圣卡的女儿需要在五年级提前参加一次选拔考试。一直没报学科培训的他们，第一次感受到超前学习的压力。考试的标准放在初一，但我们的知识只掌握到五年级。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年的教育，一对一教育下精准的知识传输，让完成学习任务的时间缩短。 对于这场补习的效果，圣卡的评价是高效、精准与效率体现在圣卡与孩子规划学习的每一步。女儿升到初中，其短板是英语。升初三时，一百五十分的英语试卷，女儿只能考六十分。她将孩子的卷子拉开，从扣分最多的阅读开始，反问孩子能看懂哪些段落、哪些句子、哪些单词。女儿将会的单词圈出来，竟都是 is and 一类的简单高频词。 为什么背不熟核心词？顺着这个需求，圣卡开始寻找帮助突破单词记忆的家教。一个分步骤协助学生突破英语的家教形式出现了。其第一个阶段便是单词记忆。高校再次戳中了圣卡。按照义务教育英语国家课程标准，初中生要求学习最多一千六百个单词。掌握记忆的方法后，预计需要四十到五十小时记完这些单词。 他和孩子上了一节单词记忆课后，选择了报名一期课程，每天半小时。两个半月后，孩子记下了两千五百个单词，学科水平从 D 升到 A。两次明确的成效，让圣卡对家教的态度趋于积极。一对一的有效辅导，让容易感到压力、不太适应大班教学的孩子有了更自在的学习空间。同时，理解学校教师精力有限，家庭在找到问题后，额外寻求课后辅导。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，圣卡说要给掉队的孩子一些选择，但问题的关键是，更多的选择就是我们的教育需要的吗？又或者这些选择只是教培行业通过贩卖焦虑进行资本运营的呢？如何提供好的教育，是这个链条上每一方都要啃的硬骨头。